因为我没有添加。腰带呀，今天玩啥阵容？福星。给个卡特直接糊，为什么一件装备也没有啊？哎呦我操，我刚把皎月撇了他就来了，大树没拿着。这个月神戴安娜啊，这个皎月我先升个级吧。不是月神不要，确实哈，算了吧，没有立伤镯不要了。但是其实正常刺客是好的啊，刺客就不用转职，可以溜刺儿了。走一吴亦凡吧，这把我上俩射手，这把我们找吴亦凡。据说五人口出二费天选的概率是最高的。才9:30，咋的了？9:30来不行呗。那你们放假了，我不得开早点吗？正在觅食。我操，糊了，兄弟们！天糊。上点弱的英雄啊，天胡了，哎呀，简直了！想想要什么啊，12345678910，12345678910 OK， 天胡。
血狐开始一连败啊。哇，攻速阿卡丽给他拿了。操你哥了。这波得卖呀，把千牛卖了，下波把黄子卖了，或者是千牛再卖了。我直接把黄子换一个盖伦吧。哎，喂，这人为什么空城啊？我福星连败呀、啊！你大爷的，为什么空城啊？你在干什么？哎，纯是精神病啊！这。啊！别让我碰见这人了啊！我不想碰见这人，我崩了我。没事，我们继续连败。前期连败掉不了太多。永恒之身。来，你在空城啊，空城。你他奶奶的。我现在转永恒法，来得及不？惨着吧，不是？我这小法师好像要起飞呀，兄弟，又惨着。刚才小法师好香啊，哈哈，刚才小法师，哎呀，永恒之身小法师，操什么呀，操什么呀，这有什么好操的，这属于正常操作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把金克斯放前排，这样我们一定会输啊，我们继续连败，这才一连败，这不行啊。我们必须得打个五连败或者六连败。好，两连败。看看出什么天选吧。
哎，他们这劫都是怎么刷到的呢？就空城劫必刷到吗？都是。一定能刷到吗？就硬刷，那行，也我也有一个，可是我不玩这个呀，我看看啊，如果我们上个劫的话，有没有人打不过我们？好像没有。哎，不一定啊，这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有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？不一定。我们还是继续连麦，打个5连败差不多。我如果现在上了劫，有人打不过我，我就崩了，绝对的崩了，兄弟们。那就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了，知道吧？那就一定，那就是崩了。又有一个铲子，我这就不拿了。我这铲子太多了，我俩铲子了。三国，三国先不要了吧。三国可以九三国。我想要刺客的。或者是法师的，我三姑我没有大腰带呀，我一个腰带也没有，我法转可以，我可以转法师，或者我们转刺客，这都可以。好，5连败了，兄弟们。直接拉人口，安妮儿，在地，在地，有没有天选？随便来一个，猩红之月天选不行，换一个。刺客天选可以用。我写，开，噔了噔噔，噔了噔噔噔，近边刺客啊，开了2个小手套。
一般般吧，不算太好。我们三伏六刺啊，对吧？进就不变刺客了，换一个吧。最好能给个全套的。刚刚好。进变刺客能行吗？进。这边看看怎么给啊？骇客肯定得装一个这，然后这个装备塔姆装不装？大树先撇。进变刺客乱杀，你确定啊？那我就给进变刺客了。来陪我玩玩。你要觉得他乱杀，我就给他上了。我把金克斯撇了。皎月换男刀就完事了。不是皎月啊，对，皎月换男刀。攻速给了，这边整个日炎，没事，不行，进后期可以换一个。白银短刺客不比进狠呐，啊？你们觉得呢？我看看那进打多少？2700不行的。来陪我玩玩。别再走近我，我给你画几道鱼鳃。游戏时间到喽。完了，阿卡丽死了，这波没锁住。哦，烫死他！别拿攻速啊！我操你个妈的！我拿个猪！凯隐没变身呢，对，凯隐别着急呀，没变身呢。哎呀，真难受啊！老抢东西，你这讨厌啊！刚宗今天好像很饿。我看他鱼食了。上宴，再等待。给老母狙上个装备吧，把那全套的给他挤下来。安妮要删了呀！安妮要删了，不行，换塔姆。
有没有九刺客这种羁绊啊？这也不行啊，这。来头猪，来做个两段吧。我给你化解到雨伞。我赢到的是恐惧。把阿卡丽递到三啊！来一头猪，鸡哥给个攻速吧，鸡哥。我这么老些人杀你个吴亦凡还杀不了吗？哎，凯隐怎么还不变身啊？赶紧变个红的！啊！哦！给个攻速吧，攻速！漂亮！鸡哥，我操！鸡哥，你是我爹呀，鸡哥呀！鸡哥，你是不是我爹？你简直是我的爹呀，鸡哥呀！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着你。给个阿卡丽，谢谢。我觉得老母爵的装备得给泰隆。三国猛将。假的，假的就不要了。蓝刀带固定装备，偷偷太不稳定了，那咋整啊？哎呀，二十六滴血，刺客寡妇。哎，刺客寡妇没东西下了呀，兄弟，只能刀锋下了。你要刺客寡妇，就只能刀锋下了。少了刀锋，是不是有点弱呀？这。来陪我玩玩。行吧，信你们一把。信你们一把，小伙子们。
我们得三星啊，现在没有三星锁不住血了，这都让人一顿干呢，这十三滴血，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已经没了。这个时候无尽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，拿个无尽。塔姆撇了，安妮阿卡丽那啥都升级。我们升了上个老头行。刚宗今天好像很突兀，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差一张卡特，差两张安妮儿。安妮儿漏了是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没看见啊，不能啊，没看见安妮儿吗？往左边站吧。两刀吴亦凡，完了，这有个反甲呀。死！哎呦我操了，这也能掉我点血，简直了！我可真是佛了呀，啥也不说了。就这都能掉我点血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。拉人口吧，拉人口上一个猩红之月就行了。站位没毛病，他们是都站那边的，这主要吹前排。往后排一杀，上波那吴亦凡赢了，确实不应该呀，怎么掉的我血，我都吐了都。给一个能用的猩红之月，花板鞋凑合用吧，要什么自行车？
拿下。有没有老头给一个给一张？剑魔，剑魔可以吧？剑魔还能凑个双重。不过剑魔得往左边放，因为如果剑魔放阿卡丽这边就不好了，容易给他蹬走了，不合适。完了，这波输了，这个第一名换位置了，操了。你也不行啊，我这一看给我拿下他，就你叫第一名啊，还剩一个小子，还有这明咒杰。你要凯隐呢、啊、你听说你想要凯隐，他就应该拿反甲，他傻了吧唧的，他不去拿反甲的。老头可以啊，你们觉得老头还是剑魔？剑魔吧，老头活不下来，老头活不下来，就还不如拿个剑魔凑个双重呢。全给他放右边。给我杀一下，一个给我杀，给我死，操了，三滴血还能挺一轮。凯隐不要了，扣死他！复兴刺剑，兄弟们！拿枪！